他被我们拉下车了。啊，你说他会不会进循环呀？当初呢，你就是被我拉下车，然后之后就进入循环了。那这次我们把他拉下车了，那照理说的话，他也会进入循环的，对吧？我当然会吵架，我能不能开走？我们多了一个队友，我当然高兴了。你看，他这个人一点都不弱。而且他那么护着小猫，说明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肯定很好相处。我们不是凶手，没必要因为这一车人。我有助理，好笑场。他有效肯定被逼急了，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他肯定不会差的，而且你也看到了吧，他脾气大力气大，到时候肯定能帮到我们忙啊。你熬人算什么？哎，我们管他算什么功夫，人多力量大嘛。不说话呀！你再不说话，我们就完了。我你不想玩，那你怎么老惹我生气呢？你也太容易生气了。妈，打过来不是说错了？对。就是用蛮力控制，蛮力控制，你行吗？你刚说你猝不及防，他挠我，你是大老爷们挠人呀、啊？咱不是拯救世界，是拯救公交。公交怎么了？公交车上有好多人呢、啊，别生气。哎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